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呢？老三，你别胡乱成章，这说正事儿呢。我说的实话呀，不是你当初跟嫂子离婚就不对，你凭什么一天到晚的怀疑他给你戴绿帽子？不是什么叫我怀疑他呀？你问问他做过没做过？我没做过，哼，我真的没做过。我当时我不是就好个漂亮，爱臭美吗？ 你话里话外的烧的我，这么看我不顺眼，那么看我不顺眼的，我在家待着没意思，我就出去跳舞。你这听见没有？跳舞？我跳舞怎么了？哼，你还背后跟着我，我跟哪个男的跳舞，他都怀疑我跟那男的有什么关系？有你这样的吗？还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？谁往你身上扣屎盆子了？你这水性杨花。 这刚跟我离婚没一年，哎，又傍一大款，打扮的成天跟富婆的，在我面前晃荡嘚瑟，哎呦，气得我！我就是想气你，我气死你！你不要我，有的是人要我呢。对，有人要你，嗯，嫁过去4年，死了。哎，您倒好。 得一大笔遗产，这上哪说理去啊？刚死没几个月，你又来骚扰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备胎啊？闭嘴！越说越不像话。就是，爸，你净说这不着边儿，真够烦人的。闭嘴，就知道糊你妈。老大，你这些过去就都过去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呢。 以后这些戳心窝子的话，不要再说。妈，说的对。行了，都坐那儿啊，说点正事儿。于胖子那儿谈的怎么样了？哦，哎，程永新，我们家说正事儿。那爸妈，我先出去啊。去吧。哎，小小，你陪吗？ 笑笑，嗯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这么严肃啊？都啊，就是我三婶儿工作那个饭馆要转让，然后现在我爸、我三叔还有爷爷嘛，商量接手的事儿。啊，你爷爷要出山东饭馆啊？这可是新鲜事儿啊！我得听听。哎，妈，您都多大岁数，怎么还听墙根儿啊？哎呀，你爷爷出山东饭馆这事儿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跟你有直接关系。 你想啊，你爷爷要出山东饭馆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！不行，我得听听。80万，这是最底价了。爸，于胖子说了，咱家借80万，要别人家借还得再高点。 像我们这样的饭馆啊，如果不着急出手的话，90或者100都有人接。爸，压到最低了，咱现行就收吧。这价格倒是合理，不过凤儿，这于胖子明明可以转出更高的价，为什么愿意给咱们呢？这事儿啊，我也问过于胖子了，他说呀，这饭馆他不想大张旗鼓的转让，省得丢人。 第二个呢，他是觉得我们庄家要是接了这饭馆，一定能好好做，不会给他糟蹋了，他也放心啊。嗯，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饭馆他也付出了3年的心血，还是有感情的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咱们说说这钱怎么出呢？爸，妈，80万，我跟凤儿出一半。 这饭馆是凤儿牵的头，我们多拿点应该的。行啊，你三儿，哎，这两年拼份没少挣啊，马马虎虎，一般二般的。嘿，爸妈，成为小公务员，这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了，我有10万块钱积蓄，我全拿出来。斗鸡贼，我真的就是10万。 你甭看我，老爷子，我这手头
就有20万的棺材本钱。 你要用，都给你。那还70万呢，差10万呢。庄静这两天出差，过两天回来，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，这10万块钱，我想他能有。赶得上趟吗？啊，爸妈，这10万我出。也行。啊，不是。 赵小娟，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跟着管什么乱啊？你出什么钱啊？现在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跟小小有关系啊。这10万就算我替小小出的，小小占家里10万块钱的股，行不？妈，我要这股份干嘛呀？哎呀，别说话。不是，爸，我跟你，行了，别说了。 豆子跟爽哥不肯借钱啊？那我们那钱怎么办呀？哎，13万到账！啊，你讨厌，你给我呀！哟，10万到齐！哎，你没跟他俩说借钱是为了盘馆子吧？我傻呀我！ 这风能漏吗？这传出去，碰见坏心眼的，敢在咱俩之前给截了胡，到时候别说80万了，100万也拿不下来。算你聪明，哎，不过他俩怎么这么爽快的就把钱借给我们了？凭你老公的信誉啊，还有这么多年打出来的人缘，别说10几万，后边加一零也没问题啊。你就吹吧，你就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说。 咱们家出这40万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你看，小市民的心思又露出来了吧？有什么可慌的？这明摆着日进斗金的事儿啊！这开饭馆，不是你多年的心愿吗？冲着你，跟我这么多年，吃了这么多苦，当老爷们的，拼着命也得办成你的心愿啊！为什么出大头啊？ 不就是想让你这老板说话底气足点吗？我哪是老板呀，还有老爷子呢。爸又不懂管理，到时候还得靠我和你。老爷子只要把菜品管把好就行了。说的也是，不过我又能跟老爷子学好多厨艺呢。这事儿就先甭想了，庄家的规矩啊，传男不传女。 快点去啊！都办齐了，爸，都办齐了。这个80万已经转账过去了，这个是饭店的转让合同，账本啊、收据啊，全在这儿。凤儿。 你把这些材料都收好，经营方面啊，你懂啊，以后你就多操心。我管不合适吧，让大哥管。别，我得上班，没时间管这饭馆。就是你们到时候啊，把分红的钱给我就行了。别的我一概不问。那要不爸管，凤儿，让你收着你就收着，该怎么管就怎么管，我跟你爸。
都信得过你。赶紧的，妈让你收起来就收起来吧。那我就先替二老还有大哥操持着，但是管得不好，你们别怪我啊。这不能怪管我，你管不好还有我呢嘛。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弄一小饭馆还不手到擒来啊？三儿，你还真得帮忙，是吧？以后这后厨的事儿，全交给你了。什么叫后厨交给我的？您什么意思啊？醉八仙呢？那菜单我看了，啊，川鲁淮粤家常菜，是吧？而且都是低档菜，啊，就一大食堂，是吧？这可不行，我这儿理了一个菜单，集合了京城各大馆子的看家名菜，是吧？咱要做呀，就得做顶尖的，集各家所长，打出自己的名号。三儿啊，你打小啊就在我身边耳濡目染，又上了几天，厨师之高，你做菜的水平啊，我心里有数，比那个杨师傅的水平啊，只高不低，是吧？以后后厨的事儿，我就全指望你了。话茬不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说您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接下来饭馆呢？合着您跟我玩弯弯绕呢？你想让我当厨子那心还没死呢？三儿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妈，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啊？我打小他就逼着我当厨子啊！我才七岁，给我一把刀，让我天天练刀工，一年365天，我手上这口子就没好过。我稍一偷懒，拳打脚踢，一顿暴踹。别人提起童年都是幸福的童年，我这童年一提起来，一把辛酸泪。更可气的，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，我都考上重点高中了，没准清华北大了。还好，背着我，愣是把我这档案从重点高中转到职业高中学厨子去了。我一学霸的料，生生让他给耽误了。要不是我急了眼了，要不是我放狠话，要不是我说你要再逼我当厨子，我就把手指头剁了，他还不松口呢。我弃学离家出走做小买卖，赚了这么多年，您又给绕回来了。行啊，您老爷子，您这点阴谋诡计全使儿子身上了。三儿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爸给外国元首做过国宴，是全国劳模，京城名厨。他想把他这一身厨艺的绝活传给你，有什么不好啊？那别人抢着啊，求着，你爸还不教呢？妈，我还真不稀罕，谁爱学谁学去，我就俩字儿，我就不干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去？我去公司上班去。爸，您这坑挖的再深，我也不跳。哎，斌子。哎，凤儿，甭搭理。爸妈，他那个三清子的劲儿又上来了，您二老别介意啊。嗨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跟我这儿耍三清子、翻二愣子还少吗？哥，消气儿，跟老爷子较什么劲啊？再者说了，只要你不愿意，谁能强迫你啊？哎，我真行。嗯，这么些年还不死心，开一破饭馆就为了给我下套。哥，我寻思你就偷着没事乐。我去！哎，你说这醉八仙这么大一馆子，一夜之间成你的了，你美不美呢？咱远了不说，咱说近的，咱说顺的，不就有一破酒吧吗？你看得给你牛的给，他跟你比怎么比啊？老挤得我。干嘛呀你？照着我让顺子。得嘞，哥，起驾走。猴崽子！哎，周博士，准备。瞎吵吵什么呀？没长眼啊？这儿呢，照顾你生意来了。
哥，啊 ，coffee or tea？ 中国人说什么英语啊？他也听不懂。谁听不懂？插圈啊，插圈周博士，听见没有？麻利儿的插圈儿。来，我们搜一个。喝死你！不是你说啥呢？那死不死那么不吉利是吧？哎呀，这酒吧小老板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又来劲是吧？你别以为自己盘了个饭馆就上我这儿来嘚瑟。哟，消息传得挺快啊。是啊，知道了，我还得跟你好好算算账呢。你跟我算什么账啊？我又不欠你钱。小鹏。哎。凤姐。杨哥。杨哥。哎。Ben 在这儿了。好嘞，今日份老板接手饭馆第一天啊，兄弟们上劲儿吧嘿。好嘞、哎，谢谢大家！今天过了饭点都别走啊，我们炒几个菜，好好聚聚。哎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谢老板。哎，杨哥，我爸给你菜单看了没有？看了，那都是名菜啊。说句话不怕你笑话啊，有些菜我只听说过，没见过都。没事儿，我爸说了，重新装修完之后啊，他会来教我们的。太好了，就惦着跟老爷子多学点东西呢。我也惦记呢，辛苦啊。得嘞，辛苦辛苦。我问你啊，当年跟你爸闹别扭离家出走，你住谁家呀、啊？你们家。是谁拿的本钱跟你在夜市一块练摊的？你。哎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是谁跟你一块并肩战斗的？哎，是。这不结了吗？志斌，要没我，哎，我说个过分的话，连你媳妇儿凤儿当年都是我招来给咱在夜市上打工的，对吧？哎，顺子。这话你可说大了啊！当年哥们儿没着没落的，确实是你伸了把手。那谁让咱俩是发小呢？夜市练摊儿，你出本，哥们儿出的是智慧，你不吃亏啊！哦，后来你们家有房子，临湖开了个酒吧，说散就散。我说你什么了？当年开酒吧的时候我可叫你来着，你气不心啊，非要拉房欠去，能怪我吗？啊，你开酒吧做老板。让我给你打工，我能来吗？得了，咱俩别翻旧账了啊！你也别怪我，我也不怪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儿来这儿不为别的，哥们儿心里高兴，照顾照顾你生意啊。二个，给你提个醒，别老说我不务正业。哥们儿把醉吧先盘下来了，我的了。说这个我是最生气的，你盘醉吧先缺钱，你找了东子找了爽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呀？你拿我还当兄弟吗？为什么不找？那你得反省反省。来，哥，别跟我说因为缝啊！你还就说对了，不管你借钱，就是不想给你和缝凑到一块儿的机会。庄明，你放心，只要缝是你媳妇儿，我绝不会干出格的事儿。顺子，我唯一喜欢你的也就这点，不玩阴的。咱俩从小撒尿和泥长大的，我对你还是有点了解。挖墙脚这事儿，我相信你干不出来。今儿啊，我也把话撂这儿，我跟我们家凤儿啊是要白头到老的。您呐，慢慢单相思吧。啊，够了够了。烫吗？怎么烫？你累了一天了，还伺候我。让我情何以堪呐！这是做媳妇儿应该做的。我上辈子得积了多少德呀？这么好的老婆让我赶上了。你别舔我了啊！啊，对了，我有件事跟你说呀。啊。今天顺子到饭馆来了，我就把我们借饭馆的事儿告诉他了。得，那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就不想问问他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嗨，就那几句车轱辘话，还能说什么呀？不说我也知道。斌子，你就一点都不吃我跟顺子的醋吗？我要一点醋都不吃，那咱俩就没了。
那还能有爱吗？吃醋归吃醋，可我相信你啊。当年在夜市的时候，是他把你招来的，我们俩都喜欢你啊。可到最后，你还是跟了我呀，说明你爱我呀，这点自信还是有的。顺子嘛，虽然我们俩天天斗嘴，但毕竟是发小，知根知底，他不敢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出格的事儿更不敢干，这我了解的。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嗯，我知道你虽然看上去吊儿郎当的，但是呢，心里大气、敞亮、不歪歪、善良。这才知道啊！我早知道了，要不然我能嫁给你啊？凡儿，嗯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跟着我，风里来，雨里去的啊。吃了这么多苦，算我欠你的啊！不能这么说啊！我一外地的打工妹，能留在北京进你们家，你爸你妈不嫌弃我，我就已经知足了。谁敢嫌弃你啊？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。就文君他们这茬孩子，他是唯一的男孩，庄家传宗接代就指着他呢。现在庄家的饭馆也归你打理了，就是顶梁柱啊。那还得谢谢你的支持呀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能实现我的梦想吗？行了行了，两口子老这么说话有意思吗？哎，对了，哎，有个正经事儿跟你说啊，你别看现在饭馆生意好，但咱们欠了这么多钱，我心里还是挺不踏实的。是怕万一有个闪失。别，你小乌鸦嘴，少说不吉利的话啊！咱们有后手啊，真有什么差池，咱也不怕。你还挺厉害的是吧？还知道狡兔三窟啊？这叫东边不亮西边亮，哪边亮都行。那我最好哪儿都亮。想的还挺美。哎，你的事儿我就不问了。但你自己心里有个谱啊。干嘛啊？好吧。好。假一假的。我靠。别那相面，你再怎么看这齐眉花，我瞧瞧，瞧瞧不学啊？兴许还能起死回生呢。慢慢想着吧你。哎，我说厨子，怎么着，得两盘？这臭棋篓子还敢跟我叫板？是，不是，你不服咱杀一盘啊？我让你一狙。嘿，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昨儿谁呀？谁呀？啊，连输三盘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欠我一斗的，来来。是啊，来，让我斗一斗。这斗谁呀你？这还有找后账呢？这是。哎，这么着，咱再杀一盘。今儿我要再输给你，我给你磕一个。好，跟他杀一盘，让他给你磕一个。哎，别的呀，折寿，折寿啊。再说了，他给我磕一个，我还得给他压岁钱，赔本的买卖咱不干。我那马呢？啊？马？什么马呀？什么？不是你这叫偷袭。喂。您消等会儿行吗？我看着眼晕。哎，我晃悠我的，我又没碍你的事儿，我也没别着你的马腿儿啊。我说你可真对得起你这姓儿啊，那说话说的哈，真够脏的。哎，我说，有你这么说人家你赠大哥的吗？
那么大岁数了，身子骨又不硬朗，那活动活动身子，碍你什么事儿了？你懂得尊老爱幼。您就慢慢晃悠，接着晃悠啊，晃晃。你让我晃悠，我就晃悠。嘿，我还歇着呢。真瞧你。行了，臭棋篓子，慢慢下吧，我就不陪着了。啊，不是，你这是怎么着啊？啊，是不是您家那大哥哥在家等着你做晌午饭呢？哎，那行了，那就不跟挽留您了啊！您就赶紧麻利的回家伺候那个大哥哥去吧，是吧？小心晚了啊！大哥哥给你动家法。是，我伺候他，我愿意。哎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，哎，我还跟你说啊，晚上小碗干炸，两样面的锅条，外带八个小面码，酱六必居的。哎，老郑大哥，你说反正我一孤老头子，今儿也没什么事儿。这么着，我跟你一块儿加去，我给你打个下手，成不成？你别来这套啊！又想蹭饭吃啊？没门儿！不是，你还来劲了你？行了，老哥几个，我来呀，就是要通知你们，周六中午我摆家宴啊。哎，请老几位啊！哎，一定得赏光，六冷荤八热菜，外带六碟小点心。好吧，走吧。哎，庄老弟啊，这是怎么个茬儿啊？这不节不舞的，怎么想起让我们哥几个复习去了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得嘞，慢走。那您慢走。哎，老周，哎，你慢走。慢走什么时候到家呀？就是快走，那你快走，快走摔着了，你负责呀？那你就别走了。没事儿，我的马呢？掉河里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上次你帮我都把琴给砸碎了，我赔你一个。啊，这肯定没你那个好啊，没你那贵，主要是，但是因为我手上的钱加一块儿只能买这把琴了，别嫌弃啊。酒呢？啊，明天，管够。奇怪呀，你为何笑我傻？正儿八经的相亲，哎，你看看这怎么样？这还不错，你给我看看。什么呀？您这哪是相亲啊？我看您就是闲的没事儿过眼瘾呢。你这么一说，把你爹说成老色鬼了。食色性也，您这岁数正常啊。得，少跟我这胡亲啊。
哎。啊。是不是你妈要什么指示啊？我妈说了，她想嫁人。呵呵，又想嫁人了？啊，行行，嫁去呗，跟我说什么呀？嫁你。嫁我？哎，原话转告她，想得美。哎，嫁。哥哥，您这手花鸟工笔越来越出神入化了啊，颇具古韵。瞧瞧这勾线挺拔有力，设色匀称雅丽啊！哎，这神态与实体那是完美合一呀！啊，取神得形，以线定形，以形达意，是静其精微呀。咱这老北京胡同里住的爷都不是凡人呐。那是那是。各位哥哥行家呀，小妹献丑了。哎呦，我看您说的这个。您别急嘛，他不会说话。您瞧，这么多桌都在催菜呢，你要不跟杨师傅去说一声，让他快一点。赶紧。谢谢啊。收你的，收你的。
出菜太慢了，影响生意啊！哎呦，我是庄老板，合着您也看见了啊！这后厨就这么几块料，谁不是忙得四脚朝天的呀？想快容易啊，多少人呢？行，你说的这是个问题，啊，你的建议我好好考虑。得嘞，那您慢慢考虑着。杨师傅，您这糖醋里脊这芡勾的太厚了，影响胃口啊。哎，不愧是名家子弟啊，今儿个倒编排上我了，不是吗？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咱们开始品尝吧。来来，进一口，进一口，进一口。藏大哥，您呐，牙口不好，您来点软和的。哎，喂，您得着，得嘞，得嘞。哎呀，得嘞。哎，大哥，嗯。这油爆双脆，肉质脆嫩，味香而鲜，好。这道油爆双脆啊，是翠华楼的一道名菜。哎，我老庄，这个虾球里头怎么还有汤啊？哎呦呦，您没烫嘴吧？没，倒是没。啊，我说老齐啊，外行了吧？我告诉你啊。这丰泽园这菜呀，它讲究的是清鲜香嫩脆，尤其是以清鲜为最。这炸空心虾脯啊，讲究的是那个丸子心里的那个肉皮冻，把它炸化了就成汤了。哎呦，外焦里嫩啊，真有个意思。哎呦，对，藏大哥。你尝尝那个蛤蟆鸡，森隆饭庄的江苏菜，在咱们北京是有名的。这小笋竟然嫩着呢！哎，我得了一口。哎，老庄，嗯，这抓炒里脊我可知道，这是仿膳的看家菜啊。行啊，老轩，有见识啊。老庄，你这一桌菜，川鲁粤淮扬，外加清真。全火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不是我夸我们家老庄啊，他这是家传的厨艺，爷爷爸爸手把手的教出来的。想当年，我爸爸岁数大了，每天呐，为了伺候好我老爸，拜京城鲁菜大厨为师，什么都得学，学是学了。可也什么都不精，那你这还不精吗？都是国宴大厨了，连那外国大总统都吃过他做的菜。嗨，那国宴呢是我师傅做的，我也就是一帮厨。哎呦，老庄你就别谦虚了，我们都知道，当初您是小学徒，在师傅那个授意下做了一道家传菜，国家领导人的夸赞呢，那表扬你呀。可不是吗？不是因为这件事儿，你还得了一个劳模吗？是是啊，哎，什么叫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？那说的那这就是你啊！哎，几位老哥哥，捧过了，捧过了，这都是陈年往事，不值一提。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那这么着，这盘菜不出了，算我的。您再重新跟我们炒一个，我们也小心小心。不是你关火什么意思啊？撂挑子，叫板，还真没那意思。您说的对，我们手艺欠佳，等着您指点一二。杨师傅，算我嘴欠，算我嘴欠，行了吧？啊，我没这功夫，前面好多事儿等着我呢。别介啊，
这老爷们话都说出来了，还能收回去？今儿个您要不露一手，兄弟们不服啊。是啊。拱火，我呢，干厨子少说也十来年了，除了我师傅，还真没人说过一个不准。今儿个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手艺不精，打我脸啊！您今儿要不拿出点真本事来，就这么走了，今后还有脸进这后厨？备菜，齐活，兄弟们，给我好生伺候。哎，老庄，你说你这桌菜啊，可以说北京城这八大楼、八大居、八大春的菜都有了。是岔开的风。是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柳絮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茶海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。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，是茶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。